哦，行，你拿出来我看一下啊。你先看看这个吧。哦，行。哦，这个什么宝格丽的是吧？对。这个宝卡跟花条有没有？这个应该是找不到了。找不到了是吧？嗯。哦，行，这个干嘛要买的这个？这个是老公那个工程拆迁款还没下来，然哦。后家里又没有钱了，然后决定过来卖点。行，那我给你看一看。这个哪里买的这个？这个在那个青岛海信那边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还有个这个。啊，这个也买。对。我看看。这个是钻石的是吧？这个证书在这儿。哦，好，拿出来看一下。我看看再说。哦，这个是老粉弦的吊坠是吧？50分的。你这个去买回来的时候多少钱？这个？这个买的时候好像是花了1万来块钱，花1万多。对。哦，50分的。你这个颜色很好，2个V 的。不过这种现在卖的有点便宜，50分的老混血的这个级别，卖的只能卖8000块钱了。8000，啊，那这个呢？这个可以给你卖到12000。1万2万呗，一共。啊，对。手表，哦，一个卡地亚的，你这个什么都有了，宝格丽、卡地亚都有了，还是一个粉盘的，那当时都一块儿老公给买的，哦，这个成色挺好的，你之前没什么戴是吧？没有，买了一直没大戴。你那个宝卡跟盒子呢？这个包卡的盒子也没戴，也没有应该是，反正我在家找了，应该是没有。没找到是吧？没找到的话，那只能按单表给你算了。单表多少钱？这个4万多的，4万6200，应该给你照一个24500吧，这个。24500。啊，能做的。你如果有包含盒子，价格能高一点。如果光这一个表，这个也是海信买的吧？对，都一块儿攒的单子。哦，那你老公对你还真好。当时有钱，现在不困难了吗？现在今年做工程的，我认识现几个在朋都友也都对，对，觉而得且又赶上那个疫情。今年做工程的就是这样，很多款下不来了啊。好，你还这，有这个钻戒，婚戒。哦，这个婚戒也要买。看看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，这个有证书。啊，我看，五月十，你。婚戒卖的不太好吧？卖了。啊，这个原来多少钱买的？这个原来花了4万6。这个，这种为什么就是说建议你们不用卖啊？因为这种去买的价格高，然后你现在卖的话，价格会差挺大的。所以说这个婚戒你看一下，如果真的要卖，这个 VVS A 勾是，你这个进度比较好，然后颜色算还可以的吧。这个卖的话，能给你卖到2万。2万。对，因为你这个2万进也度卖好一点，了。这也卖了。那你这个为了老公的事业呢，还自己的东西全部卖了。等以后再有钱，等他再买回来。行，那我这几个都给你算一下，啊，我们这儿有类似的这种钻戒吗？这种，嗯，类似的没有。就便宜点儿的。哦，你说意思就是说买一个回去相似的。别让老公看到。对呀，毕竟是婚戒嘛。那便宜的，你是说那种银子的还是？就银子的就行。银子的就行。银子的，我等下给你找一个，应该有。等价好，回你来。就怕你老公发现了，说你把东西都对卖了。呀，那毕竟是婚戒嘛。好，那这样吧，到时候我
这边房子给你换了，你到时候真的你就说有了，可以再过来买回去也行。好，我等一下给你银子，我给你找一个，跟这个款式差不多的，总共6万4500。好，在这边办一下手续，我直接给你转，好吧？好好好好，来。